你们以为这个是南瓜饼吗？不是的。芋泥饼，好香哦。唯一的缺点就是饼干不够脆。真的太香了。红油跟麻酱一起做的一个流汁课本，味道真的绝了。太香了。今天忘记准备喝的了。
我本来以为这一期吃的不是很多，加两个巧克力的话，视频时长可以稍微拍长一点。没想到，现在已经拍到12分钟了。等会这个视频剪出来都已经6分左右了。那我这两个巧克力就下周再吃吧，拜拜。